穿烫。从年轻的时候对健康保健这一块就接触很多，就想要生产好的东西来自己创一份事业，然后这一份事业又是对社会是有帮助的。夏天三十几度啊，它没有地方可以躲啊，其实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就只能在里面这样子熬煮，然后电风扇在这边吹。鸡鹅啊，专门就是在帮我们处理这些木耳渣、莲藕渣，还有我们家里面吃剩的这些菜呀、啊。然后他们回馈给我们的就是肥料，另外的就是这一些鸡蛋，帮我们加菜。我有一个高中同学，三年前也跟我一样在台北工作，结婚后生了第三个小孩，突然决定回宜兰务农。这件事引起我的好奇，因此想去看看他的生活。这是我的高中同学春南，当我远远的看着他在家中的莲花田工作时，觉得好像跟当年在台北科教馆工作的他不一样了。五年多前，牧师为了让客服班能照顾更多的弱势孩童，成立了以邻全员小户，贩卖各方捐赠来的二手衣物、书籍与文具等，来开源筹措客服班的经费。也就是说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帮他们？既然是大家都朋友，然后也都认识，然后又有这个机会，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采了水果，我们直接帮他们行销？捐很高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。香菇像我爸讲的，它是一种有机而且无毒的东西。一方面我们可以改善这个食安问题，另一方面又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，所以说才会想到说造纸。宜兰应该要有这么多好的餐厅出现，才有，因为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能开这样的店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，因为让很多客人，外食族的客人。不煮饭的客人可以轻松的吃到那么好的料理，吃到这么友善环境的东西。这是3035冰果室，它是一间奇妙的店，而这间店还有个奇妙的老板。最重要的一道菜就是可为亲手煮的神秘料理。